金发会三归一，开权显一，实法人即回效向大，一心愿教大法，千万不可切，坚固不可摇。大家人用心哦，发华经啊，发书品呢，已经爱过一段路啦。发书品啊，完全都是一直爱大家人亲力用心持啊，修持。这部经，这部经的意义呢？就是显示了圆融的教法，是咱人人啊，爱去用心体会，也显出了这部经。真深，真阔，包含真阔，而且这部经啊，是五族恶世啊，纷纷扰扰的时代，这个时代的凉风，地势凉风啊。因为伊包含的道理开阔，但是你爱讲这部经，唔只是时间长啦，包含阔啦，也阁是呼吁咱爱身体力行。妙法啊，就是对治种种烦恼，众生的身边必须要呢妙法治，爱有心才有法度呢发药啦，来对治，这就是爱真用心去体会啦，所以。这个法是会三归一，金法会三归一，哎，用心看好清楚啊，了解这个法会三嘛，这小乘、中乘、大乘。合会成为一，一，那就是开权显实啦。过去阿含就是对应小教根基初入门啊。就是爱心和人才，人间事。爱心和初入门的人，体会啊，人间事，除了自然法则，生老病死啊，是苦啊。在生老病死这段时间，也个爱别离苦，万千悔苦，求不得苦，五阴即生苦，一共有八个苦。但是咱人人就是安尼出世到老死，这
苦呢，爱别离万千回啦，求不得啦，归纳在五阴之行，这些道理因拢唔知，逐天就是安尼伫咧过啊，是啊，我爱的人爱分开啦。这种爱的人爱分开，爱的物件爱损失去，这些代志呢，当事人啊，就是啊，苦啊苦啊，敢若知影是苦，唔知影爱别离啊，这种原因是安怎来？求不得人生啊的心态，总是敢若知影我爱，所以我非得不可。这个我爱非得不可啦，这中间要想尽办法啦，不得手段，在这中间。这座无名烦恼啊，做种种的业，这爱别离呀，参加这份求爱的求啊，搁在万千回，这个人我爱求不到，离开去啦。我苦啊，但是甲我伫咧斗阵，吼，虾米款的因缘啊，中间呢就生怨、生仇、生恨，这个万恨情仇啊，就是伫中间恁。安尼也是同款做作啊，真侪的无明烦恼，人甲人的相处，哪会当真简单啊？大家人斗阵，哎呀，因缘呐，笑言相知，安尼敢是真好呢？啊，平常心啦、啊！离开的时，哎呀，祝福啦！安尼也是欢喜心啊！啊，为什么这个中间呢，有这么多的苦啊？产生了爱恨情仇，这么这多来做作啦！彼此之间啊，也也真多是非，安尼来延伸出去，这就是众生无明，是咱的物件，该得的爱时时感恩啊，人生生活伫世间。需要偌济物件呢？三顿食会饱，身躯穿会少，大个所在会当遮风避雨，还应该着真感恩啊啦！还阁有啥物？倘好阁再追求啊，求得遮尼遮辛苦呢？佛陀。风景享受也是在咧生活，一个人离开风景修行啊，行遍了幸福两岸啊，去放道，去放问啊，去学道啊，去了解呢道理。人甲人的中间所产生出来
诶，这个教育到底呢？这个教育的宗旨是啥物？对人生的知识究竟是啥物？佛堂伫这段时间啊，十几年嘅中间不断心心念念。当然有人就讲，当年有诶传说是十一年，不管是当年啦，或者是十一年呢，这时间还是一个人。幸福了后啦，和大家人的观念，一波千家欢，古今万里游，偌呢只潇洒，心无挂碍啊，无一物挂碍，无有情爱挂碍，有的呢，就是多。行在菩萨道上，立定根中啊，甲佛陀的教法，按普遍，互人人会当了解方法理性，安尼嘛是伫咧生活啦，世俗人事业啊，一项。再一行，一个事业，再直直摊啊摊啊，搁较济，多谢，也搁无完整。人生一世人，嘛是安尼碌碌过去啊，辛苦，但是，这个辛苦。到头来呢，啊，得到什么呢？哇，得到真多业力啊，牵引着伊到未来，由不得自己呀、啊，方向去，这是人生啊。那么咱。现在就要真了解，佛陀已经把这个法明确要给大家人知，五种恶世啊，这种求无止境啊的烦恼愈多，作业的人啊愈多啊，这个心态呢？爱恨情仇啊，愈做愈深啊，烦恼思想愈来愈复杂啊，这造成了呢，人间一片的浊气，需要发愈精髓啦。来先定呢，这种浊气啊，都亲像干旱的时，风小吹一下啊，就沙尘暴，安尼满天啊，都是望不起啦，看未到真远的所在，这都是欠注意啊啦，世间呢。浊气这么重，就是欠发啦。人这么多的烦恼，就是发不入心啦。不多，把这个冤告啊，一代成一时法，真实的教法，运用的教法，诶，希望咱会当安尼不断甲流传落去，这持经啊，读诵、抄写、讲说、行的
供养等等啦，真诶，就是爱要这部经会当广播流传，伊到个晚年诶时，将法会三归一，佛陀一代时教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其实呢，伊是对其说法，毋是教法化会，则完全讲大乘法，毋是，伊是对其说法。但是到晚年来，伊就完全归纳起来，分类归纳啦。这小教，那就是初入佛门的人，对佛法完全空白，对世间事呢，真多已经接受。的苦难，无了解这个苦的道理，从多未来，所以佛陀呢，就第一部《阿含经》来分析，和大家人了解啊，苦的源头，是一念心嘛，这种。贪嗔痴慢怀疑，造作了这么真多苦，所以佛陀来分析啦，一念心嘛，在心中这么多烦恼的名词呢，就伫这个所在一一呢堆积啦，来分析出来。立名，所以真多呢。这个法数的内底啦，法的数字啦，的名称都真多。本来就是真简单的法啦，所以佛陀呢为了教育，所以对机啦，都安尼不断释出了真多的名称教条。来告解，这就是的阿含啦，无离开了四体法，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了解了后，佛陀对人人啊，总是爱讲因缘果报观，所以讲了真多啊。佛经真多的故事，过去生的过去生无量劫前，佛的本性，地主的本性，那佛与地主的因缘，哦，等等啦，佛经的内底是真多啊，用过去来披露现在。因缘等等啊，但是这都是拢归纳伫阿含经、阿含部的内底的。接落来就是方等甲法界，慢慢根基成熟啦。敢那伫这个有的法，恐惊众生呢？停替的这个有啊，容易造成了迷，所以佛陀开始引入空法，所以众生啊，方等，方等都方便吼，那开出了真多方便门，要引导大家人啊。爱搁再进一步了解，了解有的一切啊，就是因缘汇合，汇合了因缘呢，将来
就是爱分开，还是无去啊？无，安怎无去呢？空掉去，进入了法界，智慧分明啊，了解呢？这个汇集啦、离散啦、等等呢，用智慧呢去体会这空的道理，这下你发这啊，但是发这呢，佛陀在这22年间的发这。淡嘛，淡了这个法界，确实呢，希望大家人会当了解法界经，就是爱大家人隆重体会人间世相，终归于空，但是完全拢空去呢，佛陀也会烦恼。众生执着的这个空，空无所有啊，无所事事啊，不对，还是呢，空有会合为一大性法，一大性法啦、啊，就是爱普遍在人群中去体会、去了解，所以就发殊品。好像每天都在说，你要入人群去啊，去体会人群中呢，这么多烦恼啊，要体会啊。这人群就像一个风炉，在那历练啊，历练出了精神的气苦出来。这就是我们要入人群去。烦恼即菩提，在烈火中呢锻炼过来，这是有精的物件，精神的物件。咱伫人群看大家人的烦恼无明，安怎产生？敢需要遮尼正复杂呢？敢需要遮多的烦恼呢？当局者迷。旁观者清，这就是让咱去体会、了解。所以开观、甲空有啦，那摊开来，现出了一时，那是大性法。这个大性法呢，就是。隆重包含起来，这一时性法啦，这对人来讲修行啦，是声闻人，或者是缘觉，或者是发大心的人，菩萨。那反正来到这个所在，所有一切修行。佛法的人，人即回消向大，无有小众生啦。究竟来，佛陀是爱大家人发大圣心，大家人了解啦，回消向大啦，向大。一心完教大法，这个一心完教大法，就是在现在佛在灵鹫山，佛在灵鹫山所开现出来的《法华经》啊，也就是一心完教大法。在这个所在呢，完全归纳过去的小众生，归纳入来为一大心。啊，
这一代生的法啊，那千万不可切啊，真深真远哦，将凡夫啊，对准了佛的境界，这个路也阁真长真远啊，偌远啊，那就爱看咱人的心啊，咱的心烦恼呢也阁真多，当然就是真远咯。但是，咱那是烦恼起底啦，当下即时，这是真深的道理啊。所以，当下即时，啊，既然是当下即时呢，确实呢，咱凡夫甲看来佛道离咱真远，这就是凡夫啊。咱要修行。大家人都是爱承认咱凡夫，但是凡夫呢，那会当真用心呐、啊。其实当下即是人人本具佛性嘛。佛陀都讲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佛的目标伫倒位？当下即是呀、啊。因为咱依佛无差别啊，差别伫倒位呢？烦恼无明覆盖，就是安尼了定。但是这个道理实在叫咱放下弃敌，真难呐、啊。所以伊讲，千万不可切。什么时阵你才有法度？把你这个烦恼无明拨开放下呢，这干那差的车，所以本来呀、啊，佛法是这么正坚固，需要咱坚固不可摇，道心呐、啊，只爱你一念的道心起。发心如初啦，成佛有余呀、啊！即时就是会当成佛，佛心伫咱的心里呐、啊，佛伫咱的心啊，佛在灵山莫观求，灵山只在你心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。好向灵山塔下修，哪有偌远呢？就是这么近啊！只是咱的道心啊，无有坚固落来啊，因为咱常常伫咧摇摆啦，咱的心啊起起落落啦，所以咱永远呢。进而退啊，进，搁再退倒转来，这种进进退退，永远呢，都是伫凡夫地伫咧踏步，永远无法度向前进啊。所以，咱若会当坚固道心呐，什么款的无明烦恼？都袂动摇咱的心，这呢，就是咱爱学的。这个心，真正有心呐，有就是玄妙哦，还有真玄妙的道理，真深哦。心深心深啊，真正是心深，所以呢，
这个玄妙的法。对凡夫来讲呢，是万不可及，无碍。到底呢，要讲多远啊？真正是无碍。这个法，常常讲寿命有限呐。到底咱的寿命偌长，咱唔知。但是呢，开阔，咱的生命要互伊开阔无？那就看咱家己要偌呢开阔，那要偌深，拢会当看咱家己。对烦恼有体会、有了解啦，烦呢深奥、微妙，真正哩玄妙啦，伊呢开阔，空无边际啦，嗯啊。宽无碍呀，法忍耐应用，确实呢，咱那是反过来就是无明啊，烦恼啊，凡夫呢，要到佛的境界，还是呢，也阁真远，无法度测量，所以这些实相诸佛。安稳之乡，咱也会当心归一啦，心抱太虚呀，天地宇宙汇集合一啦，这就是诸佛安稳之乡，佛法的实相啦，就是安呢，就是圆满一心。大法，这就是诸佛啊，安稳之乡啊，无人领导，为佛究竟。凡夫啊，因为无明还阁真济啊，明明都真近，但是咱中间的沙尘暴，就是安尼，互咱看袂到迄个真实。安稳之乡在多位，虚空法界呀、啊，虚空无不都是在法界中啊。但凡夫都是无法度去体会，所以无人会当到位，唯有佛会法度到。好佛，人人本具佛性啊。只要咱回归咱的真如本性，咱就是究竟啊，虚空法界回归合为一体，这就是安稳之乡。所以一大事因缘啊，佛呢为众生开示。是为着阿弥的因缘，佛陀呢来到人间呐，就是阿弥给咱开示呀，一大事的因缘，予咱真明了，予咱真清楚啦，哇，明确确定啦，予咱明了确定，在声闻甲因缘，讲你一定呢。爱立菩萨道，这是你的究竟法。这是佛陀在灵山会啦，《法华经》的内底明了、确定啦、明确、明了呢。声闻法亦是爱立菩萨道来呀、啊，这都是佛陀来人间呢。大事因缘要来开示，众生爱悟入，爱会当觉悟，爱会当入啊，入
这个境界来，这就是佛陀呢对咱啊最大的期待。所以我立佛之地见，这是佛陀以最大的愿望来人间呢的目的啦。所以地见最无间土。咱若会当知见佛的境界啦，这种的法啦，理水呢，就是法水啦，永远呢，就是伫咱的内心里，都袂讲吼，规片的心地拢打扫，一点仔的无明啊，来甲咱煽动一下，啊，咱都安尼。无明沙尘啦，沙尘穴啦，都安尼甲咱规个心啊，安尼蒙蒙蒙啊，看袂着正面应该行的路，所以咱应该爱真用心啊，爱地见水无间土吼，那地见的水啦，咱若会当定定。心中有法水滴咧，这片的心地啦，都无有安尼，这尘沙穴吼，都无有这个穴，无有这个烦恼，也那无呢？心地干燥啦，那无明风一吹啦，啊，这干燥的心地呢，啊，都安尼蓬蓬涌起来。那无明啊，所以咱应该哎，就是要会当看到法水，法水呢，永远滋润咱的慧明啊，慧明要成长需要法水啦。所以闻戒修习，得见得见菩提正定大觉，那么。咱若会当好好用心听这经的法，咱拢总甲伊体会了解来啦，下定决心嘛，就是修行，爱修，爱复习，这人间，咱嘛爱去实习吧，要做医生。读书了后，都爱去见识吧，去看医生安怎伫咧看病人，啊，病人有偌尼苦，都爱去见识呢。那见识了后呢，伊毕业决定真正要做医生，啊，都爱去病院呢。去做见识医生，爱去对啊，去对主治医生，哈、啊，巡病房啊，看医生安怎诊断病人啊。那医生对甲见识医生啊，分析这是什么病，伊有什么款的。细菌安怎样发病起来？这就伫迄个所在见识，经过了见识一段，那伊就做住院医师、主治医师的责任啦，就慢慢的来委托伊住院医师啊。暗时、日时，这个患者呢，有什么款的动静？住院医师开始，都要去跟病人接触，要了解，要
望闻，啊，去解了解啊，去看，去听，别人的细说，啊，记录落来，就好，注地意思，慢慢注地意思个教，哦，伊就慢慢知影，紧急的时，还用什么方法救，用什么药啊？就慢慢的会通治疗病人的病，同款的道理啊。咱学佛就是安尼，咱都爱修习。咱伫咧修行，都是爱安尼一步一步爱修啊。大先家己呢修学，然后呢，咱都爱慢慢走入人群去。人群中啊，充满了这苦难的众生，烦恼无明，都亲像心病啦，都亲像病人同款，伫咧呻吟，真济烦恼无明的声音啦，是对的，是唔对的，因伫迄个所在伫咧挣扎，伫咧呻吟。这哀求啊，到底这是什么病？咱都爱真用心，咱都亲像做住院医师，咱决定伫人群中去体会、去听，这么真多复杂啦、啊，听起来那是啊，其实都唔对啊，啊，似是而非呀、啊。这么真多啊，的无明啊，难解的法，所以真多杂症啊，拢伫人群中哩。所以咱爱修，爱修行呐、啊，咱则都爱讲，爱大慈悲，爱不断不断累积了这个慈悲心，要安怎扩大咱的心？的心体，那心体呢，就是包含在三界。啊，三界如火体呢，那么咱的心是要伫火体中呢，或者是呢要入如来呀、啊？迄、那个安稳啊，如来的境界去。这就是要看咱的心魔，所以咱要真用心去体会啦。咱若要入如来乡啦，就是安然自在，那就是扩大咱的心体，天地无宙啊，心包太虚啊，天地无宙，空间合二为一啊，真的就是。如来的心地吼，也是呢。如来乡吼，还如来呢安稳之乡啊，这就是实法。那都爱用心去体悟，去修习，去了解，安尼，那坚定的道心啊，慢慢一直亲近。菩提正觉，吼，正定正觉，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。是啊，修行，甲亲像呢，选择医学院同款呐。医学院的医学生啊，就是将唔知字。慢慢体会啊，体会人间病痛的疾苦。咱修行嘛是安尼啊，大项拢唔知，尽管伫苦难中，但是呢，唔知道理是虾米，啊，就是伫苦难中不断的挣扎，就亲像病人苦。病啊，就是
乱刀医啊，啊，就是安尼呢，伫不断制造这个病因，不断呢制造呢这病症，搁在愈来愈大，家己拢总唔知，啊，干那带伫咧呻吟，真呢，就是咱众生的病，就是安尼起来。所以需要适应世间呢，爱设真侪方法，安怎样来帮助？所以本来就真简单，都爱设真侪真侪名词来解开众生的苦难，亲像主者为着适应现在众生的苦啊，那都有祖先。祖先啊，从初步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在国际间啊，偌年真多苦难人，咱愈看愈远啊，苦难人愈来愈多啊，有大自然，哎呀，不调和，所受。的灾难啊，苦啊！有的呢，待业而来啊，生在苦难处，正报异报啊！一生中的苦，这种苦难的众生，哈，愈看愈多啊！搁再看。人间啊，心理无明所造作的，这么多罪的祸端，多么多罪呢？啊，血淋淋啊，惨不忍睹，人间所造的灾祸，这样，从祖先的到这空民啊，天下之间看到这么多苦难人，人道精神啊，不得不建立起来。所以要救济啊，这就是祖先，也是要解开众生的苦。但是佛法呢，苦即不易啦。佛为说法，所以咱需要呢，用佛法的精神，普菩萨的道路，和大家人有法度行，去接近苦难人，唔是一次救济伊，是爱长期关心伊，从最苦的时，可以解开苦难最急的时。然后呢，可以有一个安定的所在，可以有稳定的生活，搁再要可以了解，伊也会当去帮助人的方法。所以，苦即不易，福为说法啦。这就是佛陀来人间啊，开示的方法。安尼有够无啊？现实的病痛真正是苦啊，因病而病呐、啊。因为病落去无法度工作，所以一个家庭拖累落去就病啊啦。啊，有的人呢，本来就是病，小小的病无法度处理，无法度看病，就忍着直直拖。拖到呢，就是当病，所以安尼咱成立到义诊，啊、哦，义诊是从啥物时阵开始呢？祖先了后的第六年，就是伫仁爱街成立了义诊所啊，就是因为伫义诊呢。才再发现了讲，
花莲啊，这医疗会缺欠嘛，东部一带拢缺欠，因为安尼发一念心啦、啊，所以伫东部起病院，好、哦、真辛苦啦，一直到呢1986年啦、啊。华人组织病院成立啦，起起来啦，从72年已经86年这时间，十几年的时间呢，这段时间为着起病院是偌辛苦啊，是为着什么呢？为着发现啊，发现着人生苦难，这念心啊，这是法，法启动了呢，这念心，这念心呢，就是去骨正，因为呢，众生人人都是欠这个法啦，欠这个道理，骨正啦。希望呢，这个骨正的人，把这口正骨起来。但是要骨正的过程，都需要真侪人啊，真侪人点点滴滴的力量来汇合起来。这些过程真辛苦啊，不是干那要做一口滴。一口滴爱点点滴滴的水入来，但是呢，这点滴的水若无入来啦，一口滴呀都会打起，不如来骨折。那讲来话长啦，总共一句呢，主旨就是安尼开始。世间的苦难，祖先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。为了医疗，所以咱爱教育；为了教育呢，所以需要人文啊，不断的延伸出来。四大志愿呢，安尼嘛是因为呢，这佛陀以来人间一大事因缘的开始，那互咱会当体会人间的苦难，互咱了解呢修习佛法啦。爱接近人群，去解开人群的苦难，所以咱开这条呢，在人群中的菩萨道，哈真多，讲未完的法，就安尼开始。在这个五浊恶世啦，啊，佛陀所关心的这个法呢，爱永远注视人间，所以发殊品呐。安尼一直延续落来吼，所以欲亲近法师啦，速得菩萨道啦，随顺世俗学，得见行沙佛吼，那就会当安尼身体力行去行，咱就会当发现着，人人无不都是菩萨，在菩萨道伫咧行，回归到如来本性。我相信这是咱用心的过程，那目标呢，就是佛的境界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